给你点上新灯，新春报喜，万事吉祥。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，首先就来听莲生法王卢胜彦辛卯年给大家带来的赐福。2011年，民国100年，啊，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新年。台湾雷藏寺在此祝福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所有的人都能够吉祥如意，扎西德勒。那么也祝福所有的人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一切吉祥，任何事情心想事成。Om Mani Padme Hum。这是莲生法王卢胜彦新年给大家的赐福。我们知道，在2010年，莲生圣尊就开始巡礼台湾真佛宗各个道场，同时每周六在台湾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，不畏辛劳，慈悲加持弟子。这段期间，所有人沐浴在师佛的佛光中，令我们无比的感恩。我们今天也以这段影片来再次回味莲生法王2010年巡礼台湾各道场的精彩画面。身边的一切如风，是你让我找到根蒂，不愿离开，只愿留低，情是永不枯萎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便爱你多些，就多些，自满些。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，以后明天的心灵。而每过一天，每一天，这醉者便爱你多些，再多些，渐满些。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，那句明天风高路斜。这欢乐海阔天空，来去从容，不惹烦忧。游轮里别无求，这世界的永恒不多，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，一如山，用一生爱不完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，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。以往该怎么流泪？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，再多些，不停歇。
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、哦、不再难追，全都实现。哇、哦、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、哦、遗忘该怎么流泪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，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，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、哦、不再难追，全都实现。